超过4000人要用餐，清晨5点多，香机组火力全开。这一边大火快炒，那一头洗菜的动作也要跟得上，后头还有30锅的大锅饭要煮。我早上5点半就来了，一次就是6桶，就是一直循环，一直循环。2000个便当，中午前要完成，打菜动线快很准。一盘菜大概要2位啊，双向，2位师姐，彼此互相支援，就不要卡到。手脚要快哦，不然跟不上啊。菜色哈，不是说非常的高贵的东西，不过就是用心。水果点心排得像幅画，志工说这也要用心。我们就是要跟大家结好缘啊，你用美美的是会很吸引人，而且会让人家起那个欢喜心。各地区来宾陆续来报道，志工一对一陪伴。3145，3145，你来，我们请等一下啊，请等一下，马上给。让它分流哈，这样哈会哈看起来哈就是有秩序感。不管是香机茶水生活，或是活动机动交通志工，相互合作，全力以赴。大爱新闻将军李月维台中报道。好，8对受赠者捐赠。